先走，我们跟着一起走。好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一起走就完了。多大年纪了？他们，你们别光叫我们车，老人小孩子真的困，这么不能走嘞？要不然车能不能走？我们开车在都能走。你不能留下想办法，你把人看我，你把车看我。汉口火车站人已经挤满了，但是好多好多的动车都已经停运了，人挤满了，都好像都不能进站检票，那怎么办呢？别挤别挤，慢点。你们不要慌，不要紧，政府来想办法，我后面还有车子来，是不能。呀，牛都给冻死了呀！拉了一车牛，牛都死了。牛是冻死的，不是踏死的下。米饭你要的吗？米饭，对对，米饭十五一份，干锅牛肉行不行？高速上堵车，女同志想上厕所怎么办？我已经在这堵了两个小时了，导航提示我还要三个半小时，我快憋炸了。这一位刚才把着开门就尿了，前面这一位刚才下车站着就尿完了，请问我怎么尿？太不公平了。就是你的理由吗？你现在听我讲好不好？我还没有讲完，我是客户，你得有信，你得尊重客户，等我把话说完。我认为天地然用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作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讲，我们有我们足够的权利来批评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包括民航局，包括你们东方航空，包括地勤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。起码你反应很迟钝，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。毁灭性的打击，看我们的菜一掰就碎了，这你看冰清玉洁的全部都是这样子，看我们山上的竹子一颗都没有了，全部都倒了，毁灭性打击啊。都是断掉的树枝还有清理出来的雪堆。今天是2024年2月6号，腊月27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武汉现在的街头的一个现状。现在武汉还在下着这个鹅毛大雪，好大的雪呀，昨天晚上已经下了一晚上了，看一下这雪已经积得很深了。然后我面前这条路是解放大道，武汉的解放大道，好久。